今天收到了一个包裹，就是那种亚克力盒子。我打算把我的化妆台收一下，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非常的乱，而且我很久没有收拾了，应该上面有厚厚的一层灰了吧。今天就来一个断舍离，那我们一起开始吧。先把整个台子上的东西全部挪到地上去。看这上面厚厚的一层灰呀、目前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状况。我现在会把我需要的东西放到我的身后，过期的就扔掉，还有一些全新的没用的，今天可能就会通过这个视频送给大家。当时就是很流行那种南瓜色，就很多博主都在出这个的教程，我觉得完全没有考虑自己实际的情况就去买了这盘。它都是那种红棕色系，但是我的这种肿眼睛的话，红棕色就是会非常的显肿，所以这盘几乎就是一个全新的状态。可能有一些是手在上面去试色的，用过的次数可能都不超过两次。这盘我就给它送出去吧。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买的了，几乎还有这么就几乎都没怎么用过，但是应该是过期了，就给它扔掉。这个里面的东西应该挺精彩的，因为这个我乱七八糟放了好多东西啊，下面还卡了，好恶心啊。这应该是以前送的一支眉笔吧，就是还没用完呢，但是好像好久了，就给它扔掉了。这个眼影，艾丽小屋的，也是我很早很早以前买的，都没有打开过，就那种眼影棒。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，我当时是觉得特别好用，就是懒嘛，直接往眼睛上面涂一涂。但是后面用完后面开始买眼影以后呢，就再也没碰过它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过期了，扔掉吧。这是3CE 的唇线笔还是什么，已经是那种画都画不上去了，硬掉了，还能画，应该是很久很久了，扔掉。啊，这就是之前的那个，也是非常久，用的就剩这么点了。这还有一个，全新的还没有拆开过的眉笔，是我之前囤的艾丽小屋，我看保质期是2020年，就和眼影一起送吧。这把刷子好像是我买什么东西送的，就是当时是很流行这种粉底刷，这个应该是非常便宜吧，但是它其实还挺好刷的，但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用了，我已经不太敢用了，给它扔掉。这什么时候买的我都忘了，但是家里没笔，我自从买了那个卡其色彩，然后这种砍刀式的我就不太爱用了，扔掉。资生堂的眉笔，这个好像买了没有很久，但是我是觉得它很火嘛，因为很多博主也有推荐过它，但是我还是不太喜欢，而且我颜色买的太黑了，就是比较黑，就送出去吧。这个是一个卧蚕笔和阴影笔双头设计，是那个 Innisfree 的，我买了但是没怎么用过，就是还是很新的，挺多的，那边也是，也一起送掉。这种放饰品、放刷子的小盘子，买来的时候还挺好看的，但是时间长了它就会变色，就而且很容易积脏，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实用。这两个眼影也是我在淘宝上代购的，它就是应该算平价里面比较热门的一个眼影吧。但它就是这种带细闪的，我不太知道怎么去用它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不太适合我这种比较肿的眼睛，就也送出去吧。两颗挺可爱的，也是大地色系。这边几乎就是我平时除了放包里的口红，就是一般化妆的时候会挑选的口红。先说这两个可有历史了。这个呢，应该据我的回忆的话应该已经有5年了，
就是我当时跟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，然后但不是我老公送给我的，是我那个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，第一支就是这种口红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过期的产品，我一直留着它，你看其实也没怎么用，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用，而且这个颜色好像也是当时非常热门的一个颜色，就是那种现在看也非常好看的那种珊瑚橘色。但是它时间太久了，我也不敢用，一直放在那儿。还有一个这个，就是我觉得它好用以后呢，我就继续去自己去买了一个，就是传说中的死亡芭比粉，也是时间挺久的。这个已经一直被我搬家呀也什么的就带来带去的，但是我今天决定把它们两个扔掉。就不想占，虽然它们很小，但是还是会占用到我的空间。放在那里，它不用它，它就是，没有用的东西。好，今天就把它扔掉吧。换一个角度，这样子角度就舒服多了。我先把手上这个擦掉。Huda Beauty，一个是 Icon，一个是 Cheerleader，都是很好看的颜色，但是有一点干，所以用的次数不算多，但是还是要把它留下。这个是 Fenty Beauty 的一个。挺，非常非常颜色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颜色，但是我看有那个博主就是，如果厚涂的话就很深，但是如果把它给推开，上嘴也是挺好看的，就是一种梅子色，用的次数也是非常的少。哎，又是两支，这两个 YSL 的方管，这种珊瑚色有没有？但是这是什么时候买的？这可能买了有一两年，我感觉一两年，就是这种颜色跟这个有点像哎，就是买这么多口红到底为什么？我总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口红，连牌子我都没听过，什么玩意儿？颜色还行哎，这种红色，但是。这应该是，味道好好闻，甜甜的。但这个应该是，买什么东西送的吧？我没有用过，就送给你们吧。这个是应该是雅诗兰黛的送的套装里面的一个口红，是410。哦，很好看的一个颜色，玫瑰豆沙色。这个也是套装买的，应该还有另外一支，不知道被我扔哪儿了。这是什么？用的次数也非常少。Lolita，这两个是迪奥的 Lip Tattoo。Longwear 根本就没有好吗？这个喝个水可能就没有了，非常非常的水，就是而且也不太好上色。雅诗兰黛的333，超好看的一个颜色。这个 KM 就是新西兰的特产嘛，孕妇可以用的口红。我之前买了大概有三四五个吧，然后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几乎都扔掉了，现在就剩下这一个颜色，就是非常气质的这种这个五号蜜桃色，Sephora 的25号那种枫叶色，比较偏棕一点，也是很好看。这个好像是一起买的，一下买了三个热门色号。Walk of Shame、Bond Girl 和 Amazing Grace，但是这个 Amazing Grace 呢，就是上我的嘴非常非常的粉，一个这种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也是玫瑰色吧，但是到我的嘴上就是不好看，也是非常新，没用过多少次，就给它送出去吧，这个也送出去，去开个窗户。这也是 KM 又个 KM 10号，但这个是我买的比较早，一开始就买的，10号，这种玫粉色，哎呀，这个光好讨厌啊，冬天就是这样，一会儿大太阳，一会儿雨的，然后现在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，但是它应该时间太久了，我就给它扔掉吧。这个是 Smashbox 的一个粉色。
我觉得我这些口红都是一个色调的，真的上嘴很难看出有区别吧？我为什么要买这么多？这个留不留呢？用的次数也真的是，你看这个尖尖都还在，留不留？到底留不留？哎，算了，扔了三只，送了两只，还不错。希望我下一次再断舍离的时候可以心再狠一点，下次再买口红的时候就记住他们。真的非常可怜，还没用过几次就因为过期就被扔掉了。这个是我上个视频就说那个买两件送雅诗兰黛那个大礼包，里面就有一个这个睫毛膏，但是我真的从来不用睫毛膏，这个也一起送出去吧。空了一个，下面收一个这个大的。哎呀，我先，哎呀，完蛋，全弄到我的衣服上了。哦，湿巾去哪儿了？哇塞，这个口红好猛啊，竟然擦不掉哎！什么？这是什么操作？第一层，这是什么？润唇膏，好像是飞机上送的。NARS 的一个腮红，放起来好久没用了。这个可超级有历史了，而且也算是我第一个化妆品铁皮吧。这个是我一直收起来了，想拍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用的。也是一个过期的产品，今天就给它扔掉了。不知道它这个色号还有没有出，应该是非常非常久了。还挺适合我这种肿眼睛的，扔掉。这一盘是 Becca 的一个 mini 的高光，上我的脸，反正就是那种有一点金属感的，我不是很喜欢，用的次数也不是很多，就给它送掉吧。这个是找日本代购买的一盘遮瑕，不是很会用，我觉得我那个遮瑕买的就是总觉得自己遮的不好，而且我是特别追求那种底妆非常非常薄的，就是加了，可能是我自己化妆技术的关系吧，就加了这个遮瑕以后，就是总是觉得脸上呢有点厚重感。这个呢也是用过几次，有使用过的痕迹，就是不介意的话我这个也送出去。又一个年代悠久的产品一直被我放在盒子里，它应该算我第一个腮红吧。对啊，这个也铁皮了，而且你看铁皮成这样了，但是它肯定是过期了，我都好久好久没有碰它了，一直塞到这个盒子里面就不会想到去用。这个也给它扔掉吧，不要放这里占地方了。个睫毛增长液，这种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难坚持，它上面就是需要坚持用6个月，然后就是6个月以后就过期了，这个应该也是非常时间非常长了。你看它里面我几乎就是没有怎么用过，因为之后可能坚持了10几20天以后吧，就真的完全给它忘记了，所以这个肯定是也是过期了没用了。这是一个 NARS 的高光棒，是一个小样吧，我应该没有用过太多次，但是它反正没多少，算了，这个就扔掉吧。而且这个应该是不太好用，它就是那种非常破坏妆感，而且会显那个皮肤纹，现在看还好哎，但是反正我上脸好像应该是没有特别喜欢，所以才一直把它放起来，这个就扔掉吧。原来这个盘子在这里，这是我那个 CPB 的粉霜的盒子，我一直找不到它的底座，原来在这儿。我本来想说把化妆品饰品，因为我的饰品也是一起放桌上的，还有这地上这里面都是，我想一起收的，但是我看现在这个时长应该是挺长的了，我怕太久了大家看不太有耐心去看它了，我们饰品就再分一期录吧，也是非常非常多，然后也是想断舍离一些，或者我就不录了，我直接选一些我不常用的或者买来从来没用过的一些饰品，直接送给你们，直接送出去。
是护肤品，就是一打开就可以直接去用了。嗯，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每次化妆需要用到的东西。这里面是不常用的腮红，然后这里面是不常用的眼影、护手霜，还有也是眼影。这个区域呢就是不太常用的东西，所以我把那个镜子给它放在这里挡住也没关系。这边就是一些口红，还有粉底，这里是一些小饰品。这个东西其实呢不是很好，因为它真的非常容易积灰，但是这样子把一些零碎的东西，就这种细的东西就还好，那种体积比较大的耳环放上去就会落一些灰。下面也是不常用的一些饰品，下面这些就是收拾的一些饰品，那些盒子是空的，但是先放在那里吧，我还在想要不要给他们饰品也稍微装一装。这边就是一些我整理出来还不太常用的耳钉，这个是耳夹，但是我的耳垂有点厚，其实是很好看的，但是我就是夹不了太久，就夹一会儿就很疼。这个颜色蓝色和灰色拼还是很气质的，然后这种就是买来从来没戴过，就很便宜了。但是就是比较适合那种比较年轻的小女生吧，夏天戴还挺好看的。这个呢是我下单下错了，就是它那个是一个的价格，然后买回来的话正好这副耳环呢丢了一个，然后我觉得跟它拼成一对也挺好看的。就是这些，今天就是这样，然后收拾出这些化妆品，比我预期的扔的要少。我本来会觉得扔的挺多的，但是还好，可能也是有一些我不是很舍得，就是东西还是很多，可能就是比之前摆的比更干净一点，会看着更舒服点嘛，就找东西比较好找了，而且这样子的话也是比较好收拾，不会有太多的灰，然后落在桌上东西太多了然后擦不了，这样就比较好擦。今天收拾出来两波，一波就是化妆品，一波就是我的耳钉，不太常用的耳钉，想送给你们。我想了一下，就是给我这条视频点赞，然后在评论里面留言，留一条就是最近你听到一个比较就是让你觉得很开心的笑话吧，然后点赞第一名就送所有的化妆品，第二名就送视频。希望我下期还能再见到你，那就这样吧，拜拜。